请闭眼。女人三十，花样年华，百拳复仇，男人小心。他冷静了。对啊，他还不会玩呢、啊，还不会玩，留在这干嘛？带走！你们这些男人都爱骗人，谁爱看？我是假扮也是假的，不要，不要吧！打你！你好，欢迎您收看《天黑请闭眼》，我是谢仲，我是安心雅。心雅，什么叫败犬？败犬我知道啊、就是，意思是就是满25岁以上，但是还是单身的，没有嫁。可是为什么满25以上还单身没嫁就要叫败犬呢、啊？对啊，对那些女孩子来讲，不是压力很大？对啊，像我就像算败犬，哪有？是吗？我25岁啊。你25岁啊？对啊。而且到25就已经到这个标准了。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要30。因为你吗？所以要调到30吗？对，因为20我也认同，我也认同，对不对？25不公平。对啊，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尴尬的就是，到那种适婚年龄的时候，现在大家见面的应酬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讲。你千万不要人家觉得这个女孩子到了适婚年龄就是，现在都一见面就是，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适合的对象啦？然后再大一点就，哎，怎么样？结婚了没啊？然后再大一点就，哎，怎么样？生小孩没啊？然后再来就，哎，怎么样？离婚没啊？会有后面那一句，可有很多时候这种应酬话，你要看地方讲，千万不要讲错。对，因为现在女孩子大部分经济也独立自主啊，人家自己喜欢要交男朋友，人家不想那么早结婚，干你什么事？对，而且有些人是根本不想结婚，有没有？觉得自己独立很棒啊？你在讲你吗？好，今天的节目现场呢，为您邀请到的都是演艺圈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。嗯，那大家就讲说她们的年龄会不会到了适婚年龄？所以今天的现场呢，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些帅哥们，小帅哥，对，来到我们的现场 ，OK。会可以玩吗？啊，那你想要玩谁啊？找个位置。好，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现场的这些特别来宾。今天演艺圈的败犬女郎前来复仇，有马奎欧、潘慧茹、李延锦、林奇威以及四片绿叶前来搭衬，有郭彦均、郭彦甫、陈楚翔和张俊浩。这些得不到爱的黄金单身女郎，对男人藏有极深的怨恨，所以今天特别提供给他们一个发泄的机会，可以尽其所能的恶整现场四位男艺人，到底败犬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报复呢？今天真的是俊男美女大集合，可是如果一般要这样讲说，俊男美女啊。他们两个算吗？我们不算吗？他们算，有点牵强。他们两个好难，拐瓜裂枣。你说他们两个帅什么？拐瓜裂枣。拐瓜裂枣，你都讲得出来。不是，因为你们一直不断在讲自己帅帅帅帅，因为旁边有两位帅气的男模。真正的。然后你这样子要在人家面前一直讲一直讲。真正帅的都没讲话。我们是体育学院出身的。走。瘦。什么时候？哎，我们一直维持最好的体态到现在，来秀一下。快点秀一下，有没有？叶君，你不要再丢脸了。哎，陈楚翔，我发现你很会抓到梗哎，人家叶君才刚站起来，马上就比他高一个头站起来，怎么样？帅我可以接受，但他只是体育人，哎，体育人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弱点。我也是双高中以前打篮球出来，你是打篮球出身的，那现在两位体态有差哎，其实你一直坐下来其实没有什么差。你干嘛这样子啊？那边攻击，我看你今天，你今天应该就是杀鬼了，我看，这个杀鬼就是杀手了。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，待会儿大家在过程当中呢，记住。幸存下来的人才能参加我们的50万奖金挑战赛。对，钱是最真实的，重点是金钱，一辈子的好朋友才是摸得到的。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就要先确认所有人的身份喽。这样，请发牌。每场杀人游戏将有8位来宾参与，以抽牌决定3种不同的角色，代表邪恶方的杀手，以及代表正义方的警察和平民。游戏分回合制，每回合分为黑夜及白天。黑夜来临时，杀手将会杀害一位玩家，警察则可指认一位玩家，并预先知道该玩家的身份。白天来临时，所有生存玩家在讨论过后，可用投票杀死一位嫌疑最大的玩家。当杀手全灭，则正义方获胜；反之，当警察全灭，则邪恶方获胜。究竟今天的正邪之战结果将会如何呢？发
牌后决定游戏三种角色：杀手、警察以及平民。而这场游戏，杀手是马奎欧和张俊浩，可以在暗夜中把敌人杀个片甲不留；警察是潘慧茹和陈楚翔，需要依照主持人的手势找出杀手；平民则是李延景、林奇威、郭彦均和郭彦甫，可以利用投票的时间观察警察所提供的线索，把杀手送进死亡的地狱之中。接下来就要进行今天的生存游戏喽。来，天黑，请闭眼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啊？哦。杀手，请杀人。这个呢，为什么会想要杀林奇威？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爆炸的一个爆炸物。因为呢，我觉得他一直在看我，然后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就是想要毁灭我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想说我先毁灭他好了，这样，所以我才第一个就会选他。第一个晚上会杀奇威，是单纯只是因为 Lady First 先照着 Markel 的感觉走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。警察，请指认。警察，请闭眼。天亮了，来，请睁眼。有没有？你看，陈楚阳，每一次在过程当中，都一定会有人呢。在过程当中，大家都希望能够做出那种刚睡醒的动作，来我看看，你看有揉眼睛的，他真的是，你们两个都有，而且郭彦均超明显，一开始这样，又来蹭早餐啊，在装什么？大家都会玩的，我觉得，哦是吗？大家都会玩，大家都会玩了，很好。在刚才过程当中呢，可怕，好可怕，有一个人被杀掉。当然我们呢，待会也会透过投票的方式，要找出你们大家觉得心目中谁是杀手？好，所以是我被杀吗？不会吧，谁？严谨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忙着工作啊。哦，那我两点在忙着睡觉。没有，严谨是这样，他有一次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跟现场来宾聊天，就是你只要看到他一阵子不在，干嘛？你把我抓去哪里了？我只是个平民。这个道具好帅哦！啊，真的吗？啊！天哪！啊，严谨在消失在荧光幕一阵子的话呢，他可能就是去交男朋友。然后最近看到荧光幕上比较多出现的，就是专心工作了。干嘛？我只想好好工作，你干嘛来抓我？不是，有很多时候你想想看，如果一开始就出局的话，那也蛮好的啊，这个工作的钱就赚到。不要！谁想来录影然后被出？但我没有行情哎。杀掉是没有行情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杀掉没有行情？搞不好是因为很聪明才会杀掉，才会被嫉妒才会被杀掉。杀掉才是要保存你啊！你怎么会想说你自己还没有？那你愿意吗？我不要。而且大家都还没搞懂怎么玩，谁想被杀？对啊，真的。林奇威这句话有蹊跷哦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他一直看我后面。奇怪了，为什么他走到哪你们都叫成这个样子呢？因为他好恐怖，阴森的感觉。来，我们大家出声。朋友们，我们大家都不要出声，看他演到什么时候。把戏给他，不要拜托让他演下去。哎呦，我不要录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好痛苦哦。太可怕，因为我很怕这种氛围。是吗？就是你很怕这种氛围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昨天才梦到。氛围真的是有年纪才讲得出来。好，既然如果要是慧茹这么不喜欢这种氛围的话，其实有一个办法。我不要被杀，我还没有搞懂。还没搞懂。好 ，OK， 好，放心，没有这么严重。这是我们这边吗？好恐怖！哇，我也被吓到了。不要，你可以这样子。来，林奇威。啊 ，out。啊！我什么？你刚才在干什么？被杀了。啊！我是无辜的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就是因为无辜，所以才杀的。好，我最怕的就是这种很可怕的人。杀手，开心吧。我不想被杀，我还想玩啊！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节目，可以看我们玩啊！换别人，别人是我，真的是我吗？真的是我吗？带走，拜拜。
没错，不用怀疑，真的就是你林奇威。你在昨天晚上已经被两位杀手马奎欧和张俊浩给杀掉了，成为这场游戏的第一位牺牲者。接下来的投票讨论，谁会得到最高票而被送去恐怖刑求室呢？我必须提醒你们，接下来的人里面，你们要先经过讨论，找出一个涉嫌最重的人，先送到行刑室里面去。哇塞！然后回来再看他会不会出局。嗯，你们觉得谁最像杀手？要经过欣雅严刑拷打。哈，觉得他是杀手？帅一点的。啊，我觉得应该是男生那边杀的。我才觉得是女生。她是大姐的女人，不能得罪，要小心一点。你觉得是我们女生这边吗？搞不好是女生嫉妒啊。我觉得是一男一女啊。我跟你们讲，因为我知道了。因为你是杀手吗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还是你是警察？随便讲，其实随便讲。罗彦君，你觉得是彦君？你杀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我？我觉得两个都差不多啊。那就选一个啦，就是彦君。来，慧茹，你觉得谁是杀手？这一轮选，待会儿投票最高的只需要送去行刑室里面严刑拷打。那我一票嘞。慧茹，你觉得是谁？刚刚专攻谁？其实我心里面有两个人选哎。哦，你先讲两个。一个是马奎欧，一个是彦甫。为什么？一开始我就是不相信他。彦甫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眼神在闪烁。对。因为我的眼神随时随地都是迷蒙的。而且你不用每一句都接话啊，就是想要误导我们啊。哦，那马奎欧是？马奎欧，我觉得因为他有来玩过，所以他会玩。对。可是我不会拿到杀手牌啊，不一定会拿到杀手牌。对，哦，不是说来过的就会有杀手牌啦。我接话是基于我的职业道德哦，那未必是我的内心哦，你知道吗？职业道德。会玩，节目效果。没有没有，然后让我们都觉得我都是拿到警察。来，慧茹，给我一个，你觉得谁是杀手？算了，可是因为要进那个里面，好残忍，还是彦甫好。好，那就彦甫。来，彦甫，你觉得谁是杀手？今天贼就派。谁？哎，你我觉得女生进去很可怜哎。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是他。俊浩，就是把帅哥先干掉。然后我真的觉得是你。原因是？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淘汰我。太帅，就是把你给干掉再说。我觉得他刚才演的那个桥段，其实是有点嬉笑看得出来。哪一个桥段？因为他算很新，有没有？但我就看到他看到那个第一个表情的0.1秒的时候，就知道答案是真的假的。哦，就不会演。不是不会演，就是。情绪没有那么快出来哦，对 ，OK， 好，所以你觉得俊浩，彦君就我两个人选，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。好，男的。如果今天以联谊的立场的话，我一定会消灭比我还帅的，那就是他了。不是我，因为所谓觉得他是所谓一山不容二虎，那他呢，其实呢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，就不用牛刀这个。那大哥，那我排在哪里？陈楚乔终于不要出来。如果不是第一名的话，你是世界纪录。对对对，世界纪录。第一个是杀他。如果以联谊的立场的话，但如果以游戏的逻辑跟角度的话，我觉得我会杀马奎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端倪，会让我觉得，会让我很难猜，猜不透。连你脸上看到的，傻。简单，就是感觉啦，我感觉就是一个，我没有办法去解释那种感觉。眼睛很大，但看不进去他的心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戴瞳孔放大，我是真正眼睛大，是就是说我在他的行为举止、言谈，我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，会对我造成威胁，所以我就先把他给干掉。对，游戏的逻辑。好，来，楚强，不认同你说的话，真的。完全没有表情，超让我超难看的。像如果是平民，或者是警察，或者是杀手的话，都会做一些讲这些话。如果是平民，或是警察，或是杀手，都会讲这些话。我们也就这三种牌而已啊。但是他什么表情都没有啊。而且他跟俊浩两个人一样，跟俊浩有讲过话吗？到现在你们？哎，对他都没讲话。我没讲，他有说啦，其实我们在玩。OK， 我还在彻底的融入这个游戏，我在观察大家到底。好，所以你觉得是马奎欧？好。对啊，你觉得是谁？其实我也是有两个人选，我觉得可能是彦甫跟彦君。对，因为其实我真的初次玩这游戏还不是很熟悉，因为我在看大家每个人说话方式跟就是各个端倪，看怎么样避掉自己被杀的可能性。对，我觉得他们两个让我觉得非常有经验，那我应该会选
厌倦。我觉得为什么每一次哦，你只要发现有那种美女在的时候，帅哥一定都会把所有的矛头对向自己的阵营，不是就想办法任何一个除之而后快。对，先赶快干。他刚刚讲厌倦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艳福的牌，不知道他是谁。只够看到两个燕，没有看到福跟燕。对，他刚是这样子，所以你觉得杀手到底燕君还是燕福？应该还是燕君。燕君 ，OK。投票票数最高的要先经过行球严刑拷打，然后才知道他是不是杀手。你觉得严谨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他应该是平民，我觉得。快看。结果你来了这么久，到现在大家都不觉得你有任何。好，你觉得马 Q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，两票。我就说，因为女生进去很可怜呢。两票。两票。你觉得慧茹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。一票。好，情况下，你觉得燕府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零票。燕君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，三票，三票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不用问楚翔。啊，他们两个都没有啊。楚翔大概应该比较少，应该问俊浩是比较多。好，你觉得俊浩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快投，快投，快投。啊？结果你最后是有星球哦。妈呀！三票，两票，一票，一票 ，OK。好，有人认为楚翔是杀手吗？我下一次就会认为他是杀手。没有 ，OK。刚才有三票的，有两票的。马 Q 那个地方有两票，我两票。燕君有三票，因为我人缘好啊 ，OK 的。好 ，OK。那本来其实如果三票两票的话，会需要经过一段 PK。是。PK 什么啊？戴燕君。哇，那个人穿的好猥亵。为了善待这群败犬们，所以也不用 PK 了。郭彦甫，你就乖乖的待在里面，好好享受我们大魔王的折磨吧。刚刚我偷偷跟他观看他眼神，我说你是不是杀手？我是认真的，我可以看陆佳，我可以看你，陆佳你看我没问题，陆佳你看我。你们这些男人都爱骗人，真的，爱骗人，爱骗人，就是被男人伤到了。今天的攻击火力特别强，因为我就跟你讲，当你看到严谨出现在荧光幕的时候，就表示他刚结束一段恋情，而且他心中会有一把怒火。对，百拳李严谨，炮火猛攻陈楚翔。平民林七威遭到杀害，而郭彦甫即将接受大魔王的恐怖刑求。不要！不要！他是死神嘞！不要！走走走！杀手！不要！经由来宾投票成为最高票者，即将进入行刑室接受最严厉的拷问。当身体的痛楚濒临崩溃之际，受刑者将会透露哪些线索呢？啊！我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说要帅的进来吗？来个名花有主的干什么啊？看我怎么整你！不是我，放了我！干嘛进来啊？哇，你进还蛮漂亮的啊！真的吗？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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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！你是杀手吗？对对的。那你是吗？用刑！不要！我的鼻子是假的，不要！不要！你我为了不要伤害你的鼻子，你要不要先说你是不是杀手？不是吗？杀手！放！啊啊！没有打到我！天哪！真的，三角裤你好贱哦！啊，好狠哦！很好。天哪！天哪！你那么冷 ，OK 吗？是不是杀手？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拉！我发誓，我若是杀手，我退出演艺圈。我不是，真的。再拉！哇，我是下巴也是假的，不要。什么是假的？下巴也是假的，不要发。差点。
或者鼻子打扁了。好可爱哦！再给你一次机会试试杀手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承认了。好，你是杀手。不是，那你承认什么？我真的不是杀手。拉，那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我承认我就不是杀我，你就会打我了？就是，全都会打我，那我真的不是，对不起。旋转，sorry。旋转，我闭着眼，是不是杀手？旋转是啪啪啪啪啪。哇，这个铆钉还蛮好看的。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再远一点。我真的不是。不是杀手，不是，放，没有，没打错。现在我看到他出来好了，好，也不是你，因为打到现在他的脸没变形。哎，狮子老人来了，你看你说谎，你说你下巴是假的也没掉。新科技，他那家整形外科不错，真的耐打。哇塞！其实我对我哥的了解，我觉得他真的不是杀手，真的99.9%，他真的不是。你说刚才那样子的话，他就会承认了。对，如果他是杀手的话，他不会说他是不是杀手。真的吗？可是你们是兄弟的话，你讲什么逻辑？是不是听得懂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双胞胎的逻辑。好，那刚才呢？燕君经过严刑拷打，是的，还是不承认？他说他就不是杀手，对，真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经过最后一次的确认，从他开始，如果他的票数还是最高的话，他就要 out 出局；如果他的票数不是最高，不是绝对压倒多数，我就要问其他人是不是杀手。所以你觉得到底谁是杀手？你仔细考虑一下。OK。哦，你觉得燕君是杀手的？经过那样的严刑拷打，他死不承认，你还是觉得他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是吗？你们刚去整他吗？你们只是要他进去，然后被打一打吗？只是说他来错啦，因为名花有主的人来临。所以你们根本这一次是败犬逆袭就对了，就是看他不顺眼来报仇的。所以我是这局吉祥物就对了。好，所以燕君没有票。接下来，重新问，你觉得严谨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他如果真的是杀手，我只能说我们对你都太陌生。燕君一票，你觉得马 Q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他应该是阿舍。两票。我想问，如果你是问还是投票？我想问，如果再选到他，要再进去吗？没有，直接出局。好。哎，我有。你觉得马 Q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，两票。幽灵投什么票啊？哎，你们真的很没有，我觉得他就是嫌疑很重。哦，你就是觉得他嫌疑重。他那个位置看得很清楚。哎呦，这是一场女人的战争。他的位置看得很清楚，他是刚刚进去，在天黑的时候他也不知道。刚刚没闭眼。不会。好，所以马 Q 是两票，严谨没有投嘛，对不对？马 Q 两票。不投。你觉得慧茹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搞不好他。可怕，他没有人头也很可怕。对，他是真的是。我没有人头，好。你觉得人头你杀手？燕甫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我觉得燕甫，因为刚燕甫跟我说，他觉得燕君是杀手，我觉得他想要跳脱自己的嫌疑。哦 ，OK， 大义灭亲。好，请放下。那刚燕君是没有票，燕甫有两票。你觉得楚翔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外差五百。其实我真的很想投他。两票。我真的想投他，你想投他？我真的也投一次而已。告诉你了，你投男人难寻啊。那我不要选，我不要选他，我选他好了。男人最懂得男人的心。我选他。OK， 好。可是我觉得他不像。刚才郭彦甫那两票你不要投，你现在决定要给楚翔。可是我觉得他不像。所以你三票。没关系，虽然像杀手，但我绝对。刚刚偷偷跟他观看他眼神，我说你是不是杀手？我是认真的，我可以看着你，我可以看着非常久，没问题。楚翔，你看我。你们这些男人都爱骗人，就是被男人伤到了，不是啊？你如果现在随便一个人看着你，眼神一定会闪烁啊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我再问一次，刚才郭彦甫，你觉得郭彦甫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没有，说不定我们我这样的游戏。剩下马Q 是两票，你觉得楚翔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四票，连你都投我，你投我什么意思？不是因为。我觉得你现在知道对你的了解，人心很狠吧？对，可以同公司，同公司兄弟，帅的就是攻击，先把他给干掉。好，请放下四票。那你觉得
俊浩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投过可以再投吗？没有，不可以再投。陈楚翔，你的票数真的是超高哎！对，如果去竞选的话，你应该很开心的。为什么不懂？为什么我是杀手？可是我真的觉得他来刚才投他票的人，告诉他你为什么觉得陈楚翔眼底？因为长得就是斧头帮的脸，就是个杀手。我觉得他一定是。俊浩，你为什么投自己同门师兄？为什么？我原本说他，然后我是在观察每一个。我跟你讲，小眼睛的人心机比较重。小眼睛，他今天表现太沉稳了。啊，他表现得太沉稳，太沉稳了。OK， 可是我觉得你比较沉稳哎。我觉得你比较沉稳。其实我很紧张，好，拿这个牌。陈楚翔，四票，是杀手 out。让我来，请问什么话要对你的弟弟讲？没有，我只能说你认清他了。我认清你，从此以后拯救有我无你。而且你们晚上睡不着觉，因为你们太错人了。我跟你说，晚上你会见鬼来抓他的。真的假的？帅门啊！严谨今天的攻击火力特别强，因为我就跟你讲，当你看到严谨出现在荧光幕的时候，就表示他刚结束一段恋情，而且他心中会有一把怒火。对，所以今天来的这几位男士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一把火。好，有两位已经出局了，接下来这六位当中，我一开始就说，如果要是警察或是杀手，同样一组人都出局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哦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准备第二轮。所以杀手还在，杀手或警察在现场，在现场，在现场，当然在这现场，要不然在那里头吗？我只要现场有杀手有警察，游戏就要继续。嗯，都在吗？有警察，哦，不一定都在啊，不一定都在啊。在这里，可是最少要有一个杀手跟一个警察在现场，游戏就要继续。对 ，OK， 除非两个杀手同时出局，两个警察同时出局，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游戏就结束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，天黑，请闭眼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杀手，请杀人。杀手，请确认。艳福第二个晚上杀了艳福，是因为他一直在看我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我就觉得赶快把他杀掉好了，因为我怕他会在那边一直接话，一直接话，然后就接到我这边来的话，我不是就很惨嘛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艳福可以先杀了。那第二个晚上杀了艳福呢，我只能说，因为我真的很想很想留到最后，所以我一看有谁想投我，我就想杀谁。为了自保，然后留到最后，哎，没错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，警察请指认。早上投票讨论中，警察潘慧茹失去了他的同伴陈楚翔，而他能在今晚成功指认出杀手吗？还未完，留在这干嘛？带走啊！被杀了。刚才天黑的时候，我也很被杀了。有没有话要讲？我真的不是杀手，真的，我真的不是杀手。你们，你当然不是，你是被杀手杀掉的。你怎么会是杀手？你真的不会吗？郭彦博被杀手杀到语无伦次了。和一位警察死亡，而警察潘慧茹是否能够独当一面把两位杀手给救出来呢？警察请闭眼。天亮了，来请睁眼。怎样？过程大家都睡很久吗？嗯。啊？好，刚在天黑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个人被杀手给杀掉了。我干嘛讲有一个被杀手杀掉？你要这么惊讶的看着我？我觉得应该是我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得不到我，就想要毁灭我。看看你们几个被人家说成这样子。我们怎么办？啊？真是的。我们还是宁愿当白痴。没关系啊，还有我吧。是吗？你又要说什么？是吗？没有。真的要自己这样吗？我们的游戏里面有自杀这种吗？
那不行啦。哦，没有。啊、OK。真的想自杀，我先放血好了。好，那在过程当中被杀掉的，不要看我，是我吗？不，不可能是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这个节目越录越冷，我觉得好冷。好，那慧茹姐你在忙什么？啊，那一定是我。为什么？不是，哪有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干嘛啦？我最近，我只是个无辜的老板。最近你有忙什么拍戏？啊，拍戏。对。不会吧？一定是我。我觉得好可怕。我觉得是我。我觉得是我。真的吗？一定是我。然后你们其他的所有人，你都觉得你不会有事。你好冷静哦。对啊，他还不会玩啊。不会的。不会的。对，我觉得是我，因为我觉得刚刚头。我被投蛮多票哦 ，OK， 好吧，应该就是。不过既然这样，你说燕普根本就还不会玩，不会玩，还不会玩，留在这干嘛？带走啊！我被杀了。刚在天黑的时候，燕普被杀了。要不要跟你杀？有没有要讲？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顾哥要。我真的不是杀手，真的，我真的不是杀手。你们，你当然不是，你是被杀手杀掉的。你怎么会是杀手？你真的不会玩。我不是警察，我不是警察。我不是警察，真的。我觉得我现在表情跟陈楚香刚才表情是一样的，没有哎，你要讲到等到最后一秒钟的时候，陈楚香不要承认，我的表情是才是真的。其实啊，刚刚的过程中啊，他的一些蛛丝马迹有被我猜出来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但是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哦，我觉得真的，等一下我们回头来，你们真的，你们真的会失望啊？真的吗？对，我因为我其实还不会，我还要死。你脚还掰他？对啊，对，因为他昨天打篮球啊受伤了，对，穿鞋垫打篮球，出来。然后现在还进去做到一个篮球标准的队长，对，我这对兄弟真的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你不会后悔，哎，我们把这椅子清干净，欢迎下一集的来宾啊！哈，真痛哎！好，接下来剩下五位来宾，我还是觉得他，因为他还是都不想。我觉得是李延吉，我们要经过讨论。是马 Q，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绝对是马 Q， 是马 Q。哦，好，最好是我啦，真的是你，真的不要跟我，真的是。好来，我直接问，慧茹，你觉得谁是杀手？选一位。马俊，我再错了啦。俊浩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要因为一开始。俊浩，这个节目这一集告诉你，不要得罪女人。对。对，而且一开始我觉得他是警察或者是杀手。这个俊帅的警察也不错。我觉得是，因为你知道从哪里分辨。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嘞！我也，我不是。刚刚跟你们说，说到泰哥哥是最奸诈的。不要紧，请听我说，因为一开始他投票说是。投给燕府，后来又翻盘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杀手，所以跟其中一个杀手对到眼，不能杀别人。所以你觉得这样吗？对，燕君啊，燕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，我猜他是就是警察，或者就是杀手或者警察，但是我觉得燕君应该会害他自己的，就把亲生双胞胎弟弟给干掉，除之而后快，只有自己认为，多狠啊！因为他刚才爆料，他昨天打篮球加鞋，没有他说加鞋垫。所以我爱之深，责之切，我是为他好，所以你觉得是燕君？为他好，那就是你。燕君，好匪夷所思哦！这是你被假了。刚刚那个天亮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在镇定这样。有，我有看到，你很细心的观察，有看到，就是你了，你。但是我刚没有看到他，所以你觉得是燕君？好，来燕君，你觉得杀手？他一定有看到，然后就好。为什么？不是他就是他啦。我觉得，因为他得不到我，就想要毁灭我。他什么？不要得到这些人，你这样讲就算了。你的每一个都是这样。你们今天联谊不是这样联的，你们不会。对呀，燕君一把杀了，就是其中一个男生呢。哎，对。把他杀了之后呢，就哎，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就说他了嘛。没有，我也得不到他。所以你觉得杀手是燕君还是？不是，是他。好吧，你觉得杀手是俊浩？俊浩。哦，来俊浩，我觉得是燕君。我觉得他在自保，现在有了感觉。哦，对，自保，这个有点像自保，所以他的动作态度都很炸。嗯，我觉得。如果杀了我，这游戏玩不玩了？好，真的。接下来就直接投票。什么意思叫玩不玩？他随便哈拉你，他觉得你可能不会玩，想不到别的词。OK， 我们直接投票，票数最高的人就要直接 out 出局。俊浩，真的，
好，你觉得看起来我们就从这两个男孩子开始好了。他玩不玩？发誓，你觉得俊浩真的不是？我真的不是。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三票。好，完了，所有四票在里面了。好，请放下。没有人可以跟你匹敌耶，对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有没有什么话？有没有什么话要讲一下？张学友，你可以对着弟弟讲。其实我是真的很不稳，那我可以跟大家说，我真的不是杀手。那你是警察吗？你不是不会玩吗？可是我不是杀手，就是我可以救大家，就是 OK。好，来带头，大家你们。真的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好心疼哦，而且他被带走了，完全不心疼。对啊，真的，带走，就是觉得他就是杀手，对不对？杀手对不对？哦，很开心对不对？我就跟你们讲，如果要是警察或是杀手全部都出局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刚才全场四票一致通过，俊浩是杀手出局。哦，随意。很开心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游戏继续。好。表示最少还有一个杀手跟警察最少都还有一个在现场，李延吉一定是还有一个，准备喽！我看到你就觉得好毛啊，我觉得你一定是好了，而且你是剩下唯一的男生，我觉得会不会是加油喽？准备好没？真的不是，那就是你啦！你这样问谁会跟你说？都这样问，李延吉，准备喽！天黑请闭眼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啊！我真的会死了，你做啊！放我出去！杀人！重新投胎！那些幽灵，杀手请杀人。杀手请确认。第三个晚上是。慧茹，因为呢，我已经看出来慧茹是警察了，因为她一直在猜谁是警，谁是杀手，谁是杀手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，而且呢，她也是不断的在看着我，然后呢，我就一直看着她，我就这样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你是警察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到最后把他的就是淘汰掉，这样子就杀了，不好意思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，警察请指认。现场剩下四个，警察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。在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个人被杀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一段最恐怖了。反正你就是看李延吉不顺眼，对不对？你杀我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但是刚刚一睁开眼的时候，他说对不对？什么好像你们会后悔什么之类的，所以他应该不是杀手，他是警察。哦，他是警察。OK。是吗？那杀手应该潘慧茹。屁！继续。你看，我都玩的真情流露。为什么觉得潘慧茹？因为他演戏的经验蛮多年的嘛，嗯，就可是一直都演不好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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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我从小时候就看你了。好坏哦！我开玩笑，我开玩笑。我说，我开玩笑。从以前麻辣鲜师就看他演，就演戏非常的精湛，他是非常内心，所以你看我一说他是杀手，他立刻做反应，觉得。所以这才不是内心。所以他一定是杀手。好 ，OK。好。那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反正在这一轮就一定要把啊，一定要找出一个结局。OK， 不是杀手要出局，就是警察要想办法出局。杀我是不会结局的。为什么？你是一直在说服主持人，就是故事还要继续吗？继续。那刚才在过程当中，你会杀？这一直看着我，不会吧？哇塞！僵局哎，我觉得这三个女的好可怕哦，好冷哦，这节目越来越冷哎，我觉得你们太可怕了，真的，你们其实太可怕了。我前面小五哥一定是觉得是我被杀。我必须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到最后，往往就看谁抢一步先，谁就赢。谁嘞？警察跟杀手，我告诉你们，在你们这里头当中，哇，你们这里头当中有一个警察，有一个杀手。看这两个人谁先抢先，在最后的对决里面，
能够把对方先出局，谁就赢了。可以。好可怕。慧茹，感觉好冷。啊！我被刺。慧茹翻牌。警察。刚才在黑夜的过程当中，马皮奥，马皮奥，请亮牌。你是杀手，你看吧。然后拍慧茹刚过程当中一直跟马皮奥讨论。对。来，连警，请翻牌。你们都不理我。我真的不是吧？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讲谁抢不先谁就赢？因为慧茹在过程当中，在天黑的时候，马奎奥杀手先杀了慧茹，结果警察指认的时候，慧茹指认马奎奥。所以如果马奎奥不是先杀了慧茹的话，在指认过程，然后接下来慧茹一定希望能够尽量争取大家去投票杀了马奎奥。可是你晚了这一步，请帮八号六号翻牌。他是杀手吧？我是杀手。刚才陈楚祥过程当中一直跟你们说杀了他你们会后悔，来，他是警察，七号陈楚祥，后悔了吧？警察，后悔了吧？所以两位做平民，你们要听我们讲，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谁。他怎么知道你是警察的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要杀你？因为你脸就是已经在侦探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已经在开始多聊，然后一直。所以朋友，如果你是警察，在过程当中你会怎么样？我是警察的话，我就会说。哔哔哔，大家不要吵。然后就不敢看人家了。其实我不会去乱猜，还蛮像的。可是你们一开始讲的对啊，对，你们一开始猜对了，马奎奥跟信号，对对对，你都猜对，所以我猜对。可是你们杀人的过程，你们大家没有团结一致，所以平民跟警察没有合作，到最后只剩一个杀手的马奎奥获胜，恭喜！警察潘慧茹的办案过程太明目张胆了，反而引起杀手的杀机，也让邪恶方获得胜利。奖金挑战赛，记忆力大考验，挑战者必须在五秒的时间内记清楚十六宫格的每一张图，在游戏进行当中翻出两张相同的图形，然后配对成功，每答错一题奖金则会掉落一次，只要你能够通过残酷记忆大考验，你就能够把奖金带回家。好，那当然要先恭喜我们的杀手 Kyo， 一个人干掉了这么多人，好厉害。然后中间还有不断的跟你讨论，然后跟你聊得很开心的，人面笑匠。我没有，他很无辜啦，我就觉得我不是啊。而且重点是他还杀了自己的同伴。我刚刚跟你们讲，其实你们玩的过程，你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 make up。什么？就是最后一轮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说，最后一轮是四个人都投票，然后让俊浩出局。嗯。你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，因为四个人投票，结果还要继续。照理来说，四个人都投票，杀手应该不会杀杀手。嗯，结果你没有注意到马奎奥是最后一个举手的吗？因为最后他们两个杀手都在，我们只能杀。对，你们只能杀一个。可是你们当然也是靠那个方式去猜啦。OK， 好，来，接下来马奎奥就要来参加我们的五十万奖金挑战赛。嗨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马奎奥，先请转身。上一次王思佳，好难哦，都长得好像啊。上一次王思佳来现场，他跟大陆的一个来宾，柳岩两个人一起来到现场，结果在翻的时候呢，柳岩都没有过，然后王思佳火大，他就说怎么会？他说重翻过去，我翻给你看，他全部过，一题都没错。所以如果是王思佳来的话，五十万就拿走。对啊 ，OK， 马克准备了哦，准备好，全部都是大明星，没错吧？都是大明星啊。对，来，马上，马克转身，计时开始。天哪，也太难了吧！在哪里啊？哦，来翻牌，快！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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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啦！而且快哦，超难的，我已经全忘了。哟，如果你现在得到的奖金是你一个人独得，不用跟人家分。是是是 ，OK。对啊，五十万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再聊久一点嘛，啊，不用了，你很快耶。OK， 好，一分钟哦，好，准备了 ，OK， 一分钟。计时开始，至少第一个要对啊！啊天哪，他在哪里？好像都不入。哎，水瑶，完了。哎，他在吗？他在。啊！来，金主座。三十万没了。哇，三十万没了。没了。来，金主座。第二组要过。哇，又没了，又没了，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有没有在记啊？他在。
刚出现过，他刚出现过，他刚出现过，在那附近。加油加油！哎，还有十秒，蛮快，快！不要这样子啊！放那边啦！再说，都没有再出开过。三、二、再来一个。你怎么要翻他？你很爱，你怎么不翻其他？我好爱他。哎，有多少啊？全部都没了。全部都没了。他错了六次，而且一分钟以内没有翻完，奖金也没有了。全部都没了。我不懂，你为什么就一直继续翻？你就一定要翻他呢？那你翻了又不记？对啊。他在哪？而且你为什么一直要翻他呢？你应该是去翻别人，都没有看，然后再去记他。对啊，因为他每次都忘了是哪个是哪个。他又把，他只记得说啊，金有李维啊，对，说哎，金有李维，金有李维，哎，对，另外一个不知道在哪里。OK， 好，那可是马蒂奥在过程当中演技非常的精湛，一个杀手。然后杀了这么多人，能够参加我们的奖金男挑战赛，虽然最后一毛钱都没有，一毛钱都没有，还是不错了，厉害。OK， 好，非常谢谢，也非常谢谢所有来宾。